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今天来到台南仁德区的这一家19号仓库仁德店，来挑战巨无霸牛排，有120盎司，3.5公斤吧，再加上蔬菜1.8公斤，总共有5.3公斤，我觉得蛮多的。然后挑战成功就可以拿到奖金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去挑战吧 ，Let's go。现在在紧张吗？没有，我好饿哦，很期待吃肉，牛肉，吃很多牛排。哇，也太大了吧，超浮夸的。真小。哇。那酱油在这里。我以为要爆炸了。大家刚才有看到他点火吗？点火他就整个这个打开。傻眼。店家说可以帮忙切完再挑战。那我们现在就请他帮我们切吧。那计时开始。嗯，一开始看整块那么厚，感觉外面会太焦，里面会不熟。可是它整个这样烤起来，可能是低温烤的吧，就是烤起来就蛮嫩的。你们看，就上面都粉嫩粉嫩的，不像刚才那种一大块的厚了。挑战还一直讲话。煮熟有没有？对，今天不是小当家，每一只来都好吃的。哎，这真的很好吃，这可能是高登主厨煮的。高登你们知道吗？来沾这个蘑菇酱，蘑菇酱甜甜的，还蛮好吃的。黑胡椒酱，嗯。黑胡椒不会很辣，那香气还蛮浓的，黑胡椒的香气。蘸这个绿女神酱，嗯，有点凯撒酱的感觉，酸酸甜甜，还蛮好吃的，配这个肉，玉米浓汤，珍珠奶茶，我第一次吃牛排店还有珍珠奶茶。沾这个雾都酱，听说很辣，嗯，它有点辣牛肉汤的那种味道，牛肉面汤的味道，还蛮好吃的。下面的蔬菜，香菇、花椰菜，嗯，马铃薯。欸，我觉得它蔬菜很好吃，放在下面就吸满那个牛肉的肉汁，难得挑战的还这么好吃。通常有的挑战的鱼汤，怎么里面没有小黄瓜？小黄瓜就不入。明明就吃很多，为什么感觉都没有在消失？我应该有跟你们说过，我吃牛排最喜欢加番茄酱吧，就有一种小时候逛夜市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其实不是啊，我是觉得那个牛肉的肉汁配上番茄酱，酸甜的，我觉得很搭。我个人很喜欢这样。很撑吗？没有啊。要不行啊。什么不行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好了，你赶快吃。
我们还是满满的一锅。我也觉得，可是我们就一直吃超多了。有吃到心很累吗？还好，我刮伤了，开始酸。还没有见底的肉。我们的选手两眼出神，放空，看向窗外，仿佛看到了天堂，一道阳光打了进来。说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不是白，你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中那道白云背后的蓝天。帅哥死了，硬要。大家说我唱歌难听，我就用念的吧。大家都是疯子。疯子，见底了啦，见底了，快了。店家很贴心，帮我准备了2000cc。喝一口，吃完了。挑战时间是45分钟，我剩8分39秒，所以是用了36分21秒，挑战成功，耶！先颁奖，老板要颁奖了，有的吃又有的拿，这挑战价是4999，挑战成功不用付费，还可以得到5000块的奖金，耶！谢谢，拿到了5000的奖金。你想要挑战大胃王，你就可以来这里挑战。如果你没有挑战，你是小奶味，我觉得它的肉也很好吃，你可以来点一份就好了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并且开启铃铛才会收到我上片的通知。如果想看我吃什么东西、挑战什么东西，在下面留言给我。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，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大胃王丁丁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那不是一口干吗？很饱哎。刚才吃了5.3公斤，又喝了超过2000cc， 7-8公斤了。5.3，7点，至少7.5，就算它7.5公斤，慢慢喝嘛，拜拜。